接有电话，你干啥去了？你管呢？小弟，你这瓜保熟吗？你干什么？你要劈我瓜是不是？咱今天不当傻子，姐妹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一天呢？不是故意不找你的，得病了。是某方面不行吗？你也用不着，你在乎他干啥呀？那男人的难言之隐，除了这还能有啥呀？非得是男人吗？就不能是病人的难言之隐吗？得了，你能盼我点好吗，旭阳？不是，完了，前两天你们正玩呢，脚趾头疼吗？我就寻思一下扩散了，就是脚趾头疼，我还扩散到大脑瓜上了。病情发展快一点呗。你这么恨我呀？实话跟你说吧，相思病。你不是相思我吗？你要你个。但是我感觉刚才你有点失落，什么的。我没有。我一月给他打5000块钱，逢年过节还有个小红包，多跟男的跑就跑了。我发定位，兄弟你凑近。那不着急，我从那小车13620就玩，你给我研究一台。不错吧？天暖和了，骑电动车通勤正合适，还是爱玛的大牌子，续航高，又耐用又安全。赔充电也不怕，来我给你试两下。喜欢吗？那这肯定很贵吧？不贵，好东西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反正给30万粉丝了吧？趁着势头，感谢一下大家的支持与陪伴。我找官方磨了好久，争取到2000台全新爱玛电动车库存，每一辆都是原厂原配的新车，让大家换上新电动车，不用转发分享，也不用拉人，点个收货地址就有机会收到一辆全新的电动车。电动车都打包好了，大家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能行，链接还在就有功夫，赶紧点链接试试运气吧。那我也去评论区试试。备好了，备好了。骑两天咋样？我心难受。哎呀，那你咋的都好啊？我想要一个亲亲就没事了。你走了，我的孩子咋整啊？旭阳，旭阳，旭阳，你把这玩意儿都转过去呗。你拿网友当外人啊？那银幕图稳，并不想给你。就这回行了吧？这回给我讲讲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那女的，嗯呐，我爸我妈出去旅游去了，没爱我。好，多少钱一斤？挺容易满足啊。老百姓，还要管啥？扬点，我以后有钱了，我肯定娶你。啊？你我说，我有钱了，我肯定娶你。哎，喂，说啥呢？欠钱都还了呀？你打我这工商的卡里就行。